钱，听好啊！两个新加钱的生意，注意听啊！我再讲一届啊！我若无信心，就袂做品牌；无好食，我嘛袂做品牌。真的无像我讲话遮好食，电话卡入来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钱摕你。一包三秘书免钱，我搁请你食，买着遮好食退钱。来两个，免考虑啊，真正免考虑啊。四包你食好爽，最后一个人家，三百你都买袂着，两百了。两个啊，两百块，有没真你就知影。哎，最近大家，最近这大家货嘛有抢的，无甲你白的啊，你那看也是，大家拢抢的啊，两百块啊，最后这两百。三个，来。这边才几元？两百够要啊，无两百。都无啊嘛。好，啊，这边听我讲。我甲恁讲，袂甲恁骗了，无两百。恁若在在场两百块无客，我村的人客，我甲恁麻烦者，真正无啊，一百了，你甲我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。试一下看嘛，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。来，无买你开一百块试吃，一百块。阿姐。来，边个好几分啊？好啊，卖个收啊，你得过了。我得过了，无啊，用我好去留。无啊，我发财无啊。无啊。来，你搞迄个鱼啊，咸猪包买一个啊，煮迄个，来，还有啥咸猪包买一个啊。啊，牛肉起来我卖啊，牛肉，迄牛肉人家上啊，牛肉你走唔着，我帮你卖掉啊。系啊，走唔着我帮你卖掉。来，是啊，你搞迄个包肉讲完，先给包肉讲完去，给两包。来，这两包我先给捞去。啊，你们吃啥讲呢？哦，做恁讲啊，要毛豆、意大利面，我随来买，搁摕一包。这样啊，下骹无啊，是个，啊无摕飞机房，摕飞机房，摕飞机房，一包落，一包落。来，这间工厂你家去查啊，地址拢在皇家，做生意拢摕一间嘛。是啊，要摕一间，恁知无？因为伊飞机足济啊。你看这不用飞机吧？哎、欸，来我来讲哦，这包飞机房感谢您回馈哦您。一个人买一份咯，先给钱的先赢，三十块咯，三十块。来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你要搁点嘛？不是拢签约啦，你要搁点嘛？哦。三个、四个。哎，美女，你看。四个。哪个？这边来，你骗啦，这飞机这大台，三十块。我带，我带，我带，我带。哪个？几个？七啊。哪个？十三个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才卖十三个咯。你一百来块，还十三个。反正卖十三个。来五斤两个。白先帮我寄一个，我买。五十块。啊，要啦，我叫阮哥去。白先生。咩啦？是你后壁。来，啊，这有人在做啥啊？真早钱，赶紧哦，我要花紧的。来，你迄个客气。嘿，客气，啊，整理一下病人。来，拢有啊吗？一包叫杀迄个铁板牛柳，这两个炒蒜头、炒葱啊，炒一块辣椒上爱好食。这一包炒鱼啊，可能包五百，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。有人要食牛肉的无？三百块尔。三百够有人要食牛肉的三百。有人要食铁板牛柳的无？三百块。我一堆新产品要甲恁介绍的，拢我袂客气介绍的，给我一寡时间，顺顺路行落啊。人无足济，我顺顺路看。来，今日你要食迄个铁板牛柳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。你若加起三百，这两包送你。我一包牛肉，你若炒到会定你其他项目。来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块，有人要食铁板牛柳无？三百块咯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，拢有啊、哦！我再讲一届哦，我的牛肉二 B， 吼、哦、啊炒袂定，四个我嘛无啊，先加钱哦，两百块咯，来两百块咯，来两百咯，来这个牛柳两百块上面一个两百，美女真正好吃哦，拢来两百块要吃哦，两百块，铁板牛柳两百块，有啊吼、哦，来一个钱多，最后两个上面一个两百块，有啊啦吼、哦。我卖物件不爱啰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无拢一句话安尼就好啦，吼、哦。我们废话不要多，吼、哦，帮我整理一下。来，啊，咱来买一个干单呢。尽管叫像新之卷黑狗，吼、哦，当然要拿住，煎到吃吃芳芳啊，吼、哦，来。这无足侪人买到的哦，这真材实料的哦，一人买一份落哦，三百几啊五百。安尼，先给钱的先摇，一百落。来一百块，上面写黑狗一百块，来超钱。来超钱啊！我来只下水的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，我一百。来一百个要吃虾卷的无？一百块而已，这免考虑了吧？一百个要吃无？虾卷。雪鱼，雪鱼客客，等我一箱。你要吃什么？哇，回香。回香哦。哦，大料用毛巾。雪鱼这毛巾，雪鱼上面一个大块，高点来。来边啊！来要吃五百了。来五百。五百块上面吃五百。来。这一袋五百，这两袋五百，这三袋五百，四袋你买袂到啊！来啊，我来讲，先加钱，搁加一袋哦，你五百。来五百。小姐。来两个。来两袋哦。两个。来三袋，来四袋哦，来五袋，算你个毛病。
金龙三四来波，三个，报告分票你啊。龙三四，我那第四，我忘记。来哦，我把钱。好，我转。我来刷你信用做好了，你会当做看卖，真诶。来五百，这个你拢未求水诶，我未来骗啊。五百个要食我鳕鱼。你讲小家庭，你唔捌买过我的刷鱼，你无信心诶无？两百了，你试食看卖。来，你唔捌买过两百块，帮我整块，帮我整块，咱未求水啊！你帮我整块嘛，两百块，无买你买两百，就啥时啊？这人老主可要来买一千块，你要买两，你就知啊。来，两百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两百，接了你就知影吼，来。两百个要下来无？两百。哎呦，你注意啊！买来，两百个要下来无？谢谢，好谢。我情况买有。拢有啊吼！啊，你两百个情况吧。无啦，我等下做情况。哦，我是讲当作你要两百个情况有无？我是听唔对。无。你要等下情况买啦。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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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啊，迄个嘉宾过来，你食啥？花生客家。啊？来好，但咱们家庭有成功，去小心嘞去。啥物食花枪诶？你捌来我遮买过无？这只鱼有鲍鱼无？未甲恁骗啦，野生诶啦，这规只拢规只拢无饲，当用煎诶落啊。番薯阮所咧用煎诶，用炊拢好食。这深海野生诶拢无饲诶哦。这餐厅一只炊鱼也五啊，鱼也五加鱼也五啊侪。五百。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升级一个三百，啥物一个三百啊？来，头前。来三百，啥物食花枪诶？这只鱼啊，比八只好吃，我不是跟你好笑的。啊，多少只妈妈嘛，七早八早就来买啊。哎，恁买三百，我加一只恁啊。八只。这公斤的这一只海鱼啊，卖恁一百块，是有啥物利润呐？这卖一只一百块，是有啥物利润？我跟恁讲啊，我就一手尔，让恁欢欢喜喜啊。我只只讲恁，来啊，唔免考虑啊，真㖏，来啊，三百就好啦，三百就好啦。两个。拢无饲哦。两个。三个。来这边两个。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无啊，无啊，无。三个。三个，无啊，一分尔，一分尔，啊无啊，没有了啦吼，这一杯杯拢无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来讲啊，这只无啊，这只个伊啊，你家算算偌钱？四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七啊，加一只三百七啊。没有了。我出来我演三只，来阿三，成功。我老婆，我老婆你无出。我要先抓水喝嘛，可以啊。半斤半两的情况吗？这箱不是吗？一箱就是啊，紧起来啦！来，阿姐，阿姐，您听我讲啊。最近哦，我的人客我那真支持人，我也真感谢嘛。我大家新产品拢真侪，即个老客户来支持。最近足侪人客来我抢一支啦，来客人客看。注意听哦，这支是金面包，这是鸡腿肉，无骨的，这大只的鸡腿。退兵来个撸大鸡，鸡腿哦，给人家看，大大鸡用看，拢无骨的哦。这内底了底一支鸡腿拢无骨刺骨的。只要甲你生过啊，你当个食煎鹅啊，食煎翅炸烤肠，爱食麦哦，你开五百四百，这大鸡的升价钱的三包啊。来三百块，三百只鸡腿的三包，这支鸡腿你爱买啊？哎呀，这支鸡腿咪好食啦，真正咪好食，夭寿好食，别甲你好笑啊！这支鸡腿啊，真的啦。要食到这支我嘛惊着。你靠这番专家来公司进来，我才讲你嘛玩一个机会食看卖。我想我鸡腿了遮济，我嘛讲我无兴趣，结果食嘞，全公司讲这一定爱买，这绝对热卖的。你食你就知影啥我会买啊？全部二四六七八人客搞买啊！你相信我一个，三百块加一挂人客钱，真正袂甲你好笑。我再告你，唔免五百块，唔免四百，大支的啦，比我之前迄支佫加到一倍大啦。三百块三百只，同款起步啦，三百块买来无？我再告你，再告你，我最后佫招一个啦，三百块你钱用啊？有人要食鸡腿的无？三百。三百，咱要吃无？鸡腿三百块，多少钱？大爷，我感觉足硬的啊呢，恁家感觉足硬的。哎，那无给钱就算了，卖勉强啊！你真正买无只大鸡的啊？我一支够你啊，唔免五百。小姐，我都给一支送你，你卖考虑啊，真的，再够你啊！五百你都摸袂着，大鸡的鸡腿，连即马鸡肉起价安尼啊，三百。来三百，啥物事？嫩煎鸡腿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够买来无？谢谢，来感谢你。头前，头前，边啊嘛坐。来，我一定上大底上俗的，我恁啊，真正无爱好笑，你嘛鸡肉贵重重。有啊，三百啊，美女，阿姐，你相信我，真正好吃啊，做礼品的啦，你相信我一次啊，来啊。来，这三百来。来啦，别该骗啦，大鸡的就咪讲，小鸡的卖你三百，你真正大鸡家呢，三百够买来无？
有啊，好，是，拜。